买了这个 butter beer， 那就是哈利波特里面最出名的这个 一杯饮料。那我们现在喝一下，看它是什么味道。这是 A W 吧？是吗？是 A W。yum yum。 1250烟， 我们现在来制作属于自己的可乐，然后那个可乐会是长成这样子 ，Universal Studio Japan。 在这里，日本环球影城呢，就要做这个属于自己有自己的名字的那个可乐，就在这一个摊位。然后那一个是500，然后还有特别的那一个罐子。那我就已经是放了今天2018年6月22号的那个日期，然后待会我就可以拿到属于我自己的那个可乐。我已经拿到了成品了，你看，这是我名字，好酷哦。 2260円。ちょっといただきます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。はい。 名侦探柯南呢，该有多么的可爱！这就是 ice chocolate。嗯，哇，很浓哎，它的 ice chocolate 很好喝，这里的夜景真的是很美哦。我们现在要赶回去，然后我们要看最后一晚的夜游哦。原本是说今天没有的，可是就工作人员就说今天开始有夜游哎，就额外是额外的吗？我还不知道哎。这里真的超美的，感觉就身在国外的。然后我们走这里，看。 好了，1天半的
日本环球影城之旅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真的很不舍得这里，真的很美。带回家慢慢玩。好啦，有缘再见啦，拜拜。